包先生，有您一封信。好。等一下，信件里面可能会存在危险，让我帮您打开好吗？好。这，您之前有见过这个吗？没见过。那您知道这个血手印暗示着什么吗？像这种故弄玄虚的小把戏，我怎么知道暗示什么？露露小姐，您知道什么吗？我就更不知道了。那您就休息吧。大家怎么看？我就说他的钱来路不明吧，肯定是被人盯上了，或者有什么仇家之类的。刺风说的有道理，但问题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这个血手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火狼女，你说会不会跟你今天跟踪的那个人有关系？不能排除，如果是的话，就说明我们早就被人盯上了。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真是越来越刺激了啊！这个汪荣远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哎，那个他去旅行社，有没有见过什么特殊的人啊？并没有。大家一定要加紧防范，准备好对方下一步出击。刺风，魔鱼，你们俩盯紧监视器。粉红豹，根据上次打来电话找到准确的位置。白沙，你盯紧万位，不能疏忽任何一个角落。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。做噩梦了？怎么样，有动静了吗？俊良还在家，还没有出过门。Thank you.
我睡了多久？两三个小时吧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他刚才下了趟楼，在小超市买了点吃的，现在回去了。估计咱们今天晚上又要受一个通宵了。你已经盯了一天了，赶快睡会儿吧，现在我盯着。怎么，心疼我了？这是公事公办，两个人轮着睡是盯梢的基本原则，请你别想歪了。你们说现在这事情变得是越来越刺激了，会不会是原配报复小三的戏码？不可能。那会是谁在跟踪我们呢？哎，你们快看，樊公豹，你继续监视，我们快去保护王荣远。好。彭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放心吧。没事。怎么样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和他聊聊。走。王先生，作为您的保镖，有几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。你想问我什么？我想让您告诉我们，这几天在暗中想要针对您的人的身份，只有您告诉我们，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您和露露小姐。或许这一次只是个警告，下一次就不一定了。如果您再隐瞒下去的话，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。其实荣远一直收到恐吓信。露露，你请保镖来不就是为了保护咱们俩的安全吗？现在他们已经从湖东市追到南清市了，你还不让我说？既然您都已经受到威胁了，为什么不去报警？
受到这种无聊的威胁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但对方只是骚扰，根本构不成实际的威胁，你让我怎么报警？他是怎么骚扰您的？比如说打来电话，在电话里面什么都不说，或者寄一个空的信封来，信封里面放一个刀片，或者放一个死虫子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各种添堵。那您之前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或者什么仇家？鉴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还是建议您去报警。这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威胁，报警也不解决问题。再说了，过几天我们俩就要出国旅游了，我不想耽误行程。出国？是。再过两天我们就走了，去夏威夷。换了一辆车，跟上。好的。看来巨亮真的加入了磐石，泄密的也应该就是他了。走，回去跟头汇报。只看到他进入磐石还不够，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们进去看看。是一个包裹，王先生，有您的包裹啊。还是你替我打开吧。小心点。这是什么？毒药吗？我看国外有一篇文章，上面说有一种腐蚀性很高的化学试剂，
只要碰一点，皮肤就会被烧烂。这是泥土。泥土？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大概是沾过血吧，有一股血腥味。到底是什么人鬼鬼祟祟的玩这种把戏？一场不知道对手的战争是没有办法获得胜算的。王先生，作为我们的委托人，您必须告诉我您所知道的一切，不然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。我们得把对手引出来。用什么方法？王先生，这就真的需要您的配合了。在任务保护中，我们通常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，将来自外界的所有威胁都化于无形之中。如果在执行任务中出现了格斗的状态，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失职了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走吧。好的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种败类必须要狠狠的教训。现在不是教训他们的时候。我怀疑这个磐石安保还有其他的秘密。他们好像处处在针对我们。您的意思是？你们从巨亮身上找出突破口，搞清楚这个磐石安保到底想干什么。是是。
有一名男子，大概20多岁的样子，跟在后面，注意了。注意车队安全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。小心点。放心吧。这种事情，我是在伸张正义。哼，用这种方法伸张正义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你们了解王荣远是什么人吗？他是一个黑心奸商，倒卖土地，勾结流氓，搞强拆，他害死了我的父亲。编的故事倒挺不错，为什么不用法律来维权？我证据不足，材料递交上去以后，没有人愿意相信我。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？我有样东西，我交给你，你就明白了。无论如何，你想杀人就是犯罪。我并没有想杀他，那一剑我瞄的是窗框，否则的话他早就死了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王荣远，我跟你的仇不共戴天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。当时修建工业区强拆的命令就是你下的，后来你的手下把我的爸爸抓去囚禁了起来，害得他心脏病复发，连命都搭了进去。我爸爸因为这事他死了，他为了你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血口喷人，这些根本就不能算在我的头上，这都是意外，意外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在拆迁的时候是合法的，有手续的，而你三番五次的威胁恐吓，你才是犯罪分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寄血手印吗？因为你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。为什么给你寄血泥土？因为你肮脏的土地交易中一寸一毫都沾满了老百姓的血泪。造谣污蔑，胡编乱造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报过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民警同志，就是他，带走。王荣远，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。
这次多亏你们啊。还有一天，最后一天，只要你能保证我安全出国，这次的酬金我给你们多加一倍。 OK。 蒙荣远，他是一个无良的地产开发商，勾结建筑公司，欺瞒政府，欺骗银行贷款，圈地痞，行贿赂，雇佣流氓强拆，导致当地许多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还因此欠下了累累血债。爸爸，儿子不孝，没有能力在您的有生之年保护你，但我相信在儿子有生之年能碰到好人，还您一个公道。哎，闺女啊，回来啦。你怎么好像遇到什么难事了？说说。还不是因为那些保镖的事情啊。我一面得履行保镖的职责，一面又得违背自己的良心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爸。嗯。你说，如果我保护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那我是不是也就成为坏人了？那得看你最后怎么选择了。老爸，那如果一个人他做了错事的话，是不是无论如何他都得偿还？对啊，一个人做了错事一定要偿还的。荣远，你在书房干嘛呢？荣远，是有人在叫你吗？没有，宝贝儿，我听妈妈说，今天你去参加合唱团了。是的，今天我还教外国小朋友唱中文歌了呢。哎呦，宝贝儿那么厉害啊！那你教他们唱什么歌了？两只老虎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唱给爸爸听一听？嗯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汪荣远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。唱什么唱啊，难听死了。干什么呀你？我刚刚叫你没听见呀、啊、宝贝儿别哭啊，爸爸在，爸爸在。汪荣远，我跟你说话呢。那个坏阿姨是谁呀、啊、谁是坏阿姨呀、啊、宝贝儿，这个阿姨她不是坏人，她是爸爸的同事。哟，我什么时候成你同事了？我是你爸爸的女朋友。爸，你是不是因为她才跟我妈离婚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根本比不上我妈。我怎么比不上你妈呀？我比她年轻，比她漂亮，我哪点比不上她呀？你是个坏女人，我不想再理你了。你，哎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胡说什么了？我是不是比她漂亮？是不是比她年轻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就是让她知道，你现在已经不属于她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现在已经不属于她了，你是我的。给我滚！哎呦，行啊，现在厉害了，让我滚了。你把我所有便宜都占光了，你现在要让我走，你不想要我了？你想得美你！我告诉你，汪荣远，你要是敢不要我了，
我立马就去网上把你那些丑事发布了，我让你坐一辈子牢。你给我住嘴！你敢打我？你等着！起来，你都听见了？杨登说的都是事实吗？为了彭露露这样一个女人，你觉得值吗？你想告发我吗？我在等你的选择。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我居然会抛弃我自己的孩子，抛弃自己的家庭，毁了我这辈子，算是彻彻底底的毁了。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，我也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可是你的女儿几岁了？5岁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汪佳佳。汪佳佳，你希望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5岁的时候，我父亲就离开了我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你恨他吗？我童年的回忆里，就只剩下他毅然决然离开的背影。你觉得我恨他吗？十几年后，我跟他再次相见，我们俩之间只剩下陌生和隔阂。那个小孩呢？他怎么样？就是当年的我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奢望，就是希望我的父亲，曾经的父亲，当年能够回头来看看我。选择了，露露，露露，别走啊！你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离开你！露露，你听我说。不想听！你就是骗我的，说去夏威夷结婚，你根本就去不了夏威夷。露露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去夏威夷就是为了跟你结婚的，我才不想跟你做逃兵呢，去过那些隐姓埋名的日子。露露，你听我说，放开我！露露，让我走！快帮我拦住他！他欠银行1亿多，这次做的假身份、假护照，就是为了逃走的。你，别动手！你们看，
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自首。你说，在我女儿眼里面，我这算是回头了吗？你来找我有何贵干啊？我为什么找你？你应该知道原因。哼，我跟你们烈火神盾已经毫无关系了。说吧，你一直跟着我到底什么意思？别跟我装蒜。现在磐石安保风生水起啊，巨教官。哼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们烈火神盾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干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泄露了烈火神盾全部训练计划，就跟我有关。训练计划不是我制定的。你说不是谁信？爱信不信。